姆？谁是真正的罪犯？他们撞翻了东西后就逃逸了。你们能抓到犯人吗？当然，我们有监控，找到了。这就是犯人们，他们逃到哪里去了？糟了，莱迪，罗杰，有什么事吗？帮帮我，有罪犯逃走去参加尼尼狂欢节。啊，尼尼狂欢节，我这就出发。待会儿见。根本看不出来谁是罪犯，大家身上都是泥土，得把他们先一个个都洗干净。我们先去跳舞区搜索一下吧。找出来，摇摇摇摇摇摇，洗干净，摇摇摇摇摇，找出来，摇摇摇摇摇，洗干净。让我们找出罪犯。罪犯快出来，快快快出来，到底藏在哪里？线索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红色的车，白色轮胎，罪犯快出来，大家一起找。哦，有白轮胎的红色车，耶，找到了。罪犯快出来，快快快出来，到底藏在哪里？线索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黄色的车，绿色轮胎，罪犯快出来，大家一起找。哦，有绿轮胎的黄色车，耶，找到了。你们被逮捕了，你们逃不掉了。出来，洗干净，找出来，洗干净。还有一个漏网之鱼，罪犯快出来，快快快出来，到底藏在哪里？线索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有只蜘蛛就在车牌上，罪犯快出来，大家一起找。是车牌上有蜘蛛的那辆，耶、yeah, ，找到了！再找出最后一个，罪犯快出来，快快快出来，到底藏在哪里？线索在哪里？就在这里，一闪一闪亮星星，贴纸贴纸有贴纸，罪犯快出来，大家一起找。哦、oh, ，星星形状的贴纸，耶、yeah, yeah, ，找到了，全部都找到了。你们被逮捕了，你们被逮捕了，威武，罪犯罪犯，你们逃不掉，超级无敌，救援队，我们最棒，友谊友谊，任务完成。出动，摩托车救援小英雄。救援结束，我们该回救援总部了。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大家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需要帮助时随时呼叫我们。你们今天真是太帅了，我们决定长大后也要加入超级机动救援队。超级机动救援队。没错，如果我是一名救援队员。救援出动，情况出现了，该我出动了，救援小英雄是最最勇敢的。耶，救援队准备，救援队就位，救援出动，一呦一呦，救援小英雄，一呦一呦，守护者
出动！情况出现了，该我出动了。救援小英雄是最最勇敢的。耶！救援队，准备！救援队，就位！救援出动！一有一有，救援小英雄。一有一有，守护着安全。一有一有，救援小英雄。勇敢的救援小英雄，成功了！不论何时，救援小英雄。不论何地，只要你遇到危险，期待呼唤，救援小英雄。勇敢。我们一定会是超棒的救援队，这想象剧情怎么样？很棒，我喜欢。你们保持身体健壮，多多练习行驶技术，会成为比我们更优秀的救援队。耶！那我们要每天都练习。真的吗？不如现在就开始。来吧，跟我来。哇哦！超级救援消防车忙碌的一天，期待了很久的赛车比赛终于要举行了。消防车莱迪，左右完美避开障碍。差一点撞到。嗨，小猫咪，你是谁呀？黏黏猫，啊哈，你和莱迪在一起，打个招呼吧。黏黏猫就是我上次救过的小猫咪。你就是黏黏猫啊，我叫莱迪。你好，119，有什么紧急情况？救命，着火了！马上出动！救援出动！右右右，向右闪，左左左，向左转，消防车全力奔跑。右右右，向右闪，左左左，向左转，消防车出动救援。消防车出动去扑灭大火，头盔、水袋就位，准备好了。云梯云梯升起，云梯云梯升起，消防车来救你，别担心。水柱水柱喷射，水柱水柱喷射，消防车来灭火，安全了。成功了。你好，119，有什么紧急情况？救命！快救救我的孩子！马上出动！右右右，向右闪，左左左，向左转，消防车全力奔跑。右右右，向右闪，左左左，向左转，消防车出动救援。救援队集合，现在马上出动。消防车、救护车，我们来了。云梯云梯升起，云梯云梯升起，消防车来救你，别担心。云梯云梯小跳，云梯云梯小跳，消防车保护你安全。任务完成。莱迪，你今天也表现得很棒。谢谢。别忘了你还要参加汽车比赛。没问题，只要继续练习，我也有机会得第一名。我们是超级机动救援队。
我们抓住了怪物卡车，真是太好了。如果他们引发骚动，会出现更麻烦的情况。好了，差不多可以结案了。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罗杰，有情况，你快来看。怪物卡车越狱了。怎么会？我猜是有人帮助他们逃跑了。超级机动救援队，你们太小看我们怪物卡车了，等着看我们怎么毁掉这座城市吧。大家注意，我们必须阻止怪物卡车们。没错，我准备好了，马上出动。当危险出现的时候，超级机动救援队已集合完毕，现在出动救援。轰轰，坏蛋怪物卡车，轰轰，到处勾我坏，有我们在别害怕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冲冲，随时破碎地冲冲，不管在哪里，是最可靠救援队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救援出动。当危险出现的时候，超级机动救援队已集合完毕，现在出动救援。轰轰，坏蛋怪物卡车，轰轰，到处勾我坏，有我们在别害怕，超级机动救援队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，超级机动救援队一起去拯救世界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我们勇往直前，救援出动。当危险出现的时候，超级机动救援队已集合完毕，现在出动救援。冲冲，勇敢的救援队，冲冲，不怕危险，加速再加速冲，英雄超级机动救援队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一起去拯救世界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我们勇往直前，冲冲，随时破碎地冲冲，不管在哪里，是最可靠救援队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救援出动。机动救援队，当危险出现的时候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每个日日夜夜永远守护你，任务完成。抓住偷金轮胎的小偷。你是说永恒闪耀金轮胎主题展上的金轮胎不见了？是的。我还是不能相信展览会就这么结束了，我们可是准备了好几个月呢。当然还没有结束，别放弃啊，博士。警车罗杰会帮你找回金轮胎。但是你看我们没有任何线索，我完全不知道会是谁偷走的。博士。我要展开地毯式搜查了。谁偷走了闪闪发光金轮胎？谁偷走了闪闪发光金轮胎？有线索吗？有手印。还有呢？还有脚印。哈哈，我们来追踪脚印。谁偷走了闪闪发光金轮胎？谁
个秘密通道、啊、还有呢、啊、加油站传单，我们去看看谁偷走了闪闪发光金轮胎、哦、谁偷走了闪闪发光金轮胎、嗯、有线索吗？这辆车不对。还有呢？那辆车找到了，是金轮胎，逮捕你们！谁偷走了闪闪发光金轮胎？谁偷走了闪闪发光金轮胎？有线索吗？是车牌号。还有呢？机动车牌匹配系统。找到了。谁偷走了闪闪发光金轮胎？谁偷走了闪闪发光金轮胎？给我站住！我不会让你逃走的！给我站住！小偷跑到哪儿去了？你已经被捕了！哇哦，金轮胎找回来了！谢谢你，罗杰警官。别客气，这可是我的职责。大坏蛋，超级怪物卡车。下午好。奇怪的事件正在引起市民们的恐慌，有人破坏了方圆2公里范围内的所有消防栓，然后逃跑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件怪事的？我是今天早上发现的，我一整晚都听到梆梆梆的响声，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，我好害怕。我们希望能尽快逮捕这些罪犯。嗯，整个城镇和市民们都陷入了恐慌。根据收集到的线索，我相信又是怪物卡车干的。哼，我们是怪物卡车，是镇上最坏的卡车。走，我们去兜风。没问题。出发。不行，不能再让怪物卡车在城市里暴走，我必须阻止他们。冲冲冲冲，快快地跑，一起来冲冲冲，绝不停下。怪物卡车势不可挡，我们是超级怪物卡车，冲啊冲，冲啊冲，快加速，冲冲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一起来冲冲冲冲，快快地跑，一起来冲冲冲冲，绝不停下。怪物卡车势不可挡，我们是超级怪物卡车，冲啊冲，冲啊冲，快加速，冲冲，嘿嘿嘿嘿嘿嘿，一起来冲冲冲，快快地跑，一起来冲冲冲，绝不停下。超级英雄所向披靡，超级机动救援队出动，冲啊冲，冲啊冲，快加速，冲冲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快加速，冲啊冲，勇敢向前。幸好我们抓住了那些怪物卡车。是啊，这些火很有可能会伤到路过的市民。话说回来，刚才你灭火的时候真是太勇敢了。哦，谢谢，是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才抓住了怪物卡车。嗯，没错，我同意。别高兴得太早。超级无敌救护车。
我最喜欢打扫时间了，马上开始吧。哦，黏黏猫，你这个捣蛋鬼又把绷带弄出来了。啊，完美，擦得闪亮。干净，又整齐。哦，整理完毕，现在开始清扫灰尘。黏黏猫，看到你恢复了，我真开心。救护车，威武威武，救护车，威武威武，出动吧，威武威武，救护车，威武威武，救援出动。超级超级，无敌无敌，我是超级无敌救护车，超级超级，无敌无敌，紧急救护交给我。威武，疼疼疼，真的好疼！救护车，请你帮帮我！拜托了！超级无敌救护车，救援出动！威武威武，救护车，威武威武，出动吧！威武威武，救护车，威武威武，救援出动！超级超级，无敌无敌，我是超级无敌救护车，超级超级，无敌无敌，紧急救护交给我。威武，疼疼疼，真的好疼，救护车，请你帮帮我，拜托了。超级无敌救护车，救援出动。威武威武，救护车，威武威武，出动吧。超级超级，威武，无敌无敌，我是超级无敌救护车，超级超级，威武，无敌无敌，紧急救护交给我。疼疼疼，真的好疼，救护车，请你帮帮我，拜托了。超级无敌救护车，救援出动。威武威武，救护车，威武威武，出动吧。让我来照顾你。超级无敌救护车，超级无敌救护车，任务完成。好了，呵呵呵，哦，啊，没错，我们是最棒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帮帮我，超级救援直升机。哇呼，今天是野餐日，我要去这座山上野餐。克劳迪亚，你在吗？克劳迪亚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地图。今天是野餐日吧？没错，我打算去山顶上野餐呢。山顶上可以看到好漂亮的云呢，罗杰。太期待了。很棒，你一定要多拍点照片。没问题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呼叫呼叫，直升机收到，请回答。完毕。直升机收到，我马上出发。完毕。向更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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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天空飞，再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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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越白云，下降下降，再回到地面上。向上向下，直升机自由飞翔。直升直升直升机，直升机直升机，直升直升直升机，直升机嘿，直升直升直升机，直升机直升机，直升直升直升机，直升机嘿。呼叫呼叫，直升机收到，请回答。完毕。直升机收到，我马上出发。完毕。再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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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飞，再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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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铺开乌云，旋转旋转，加速旋转。
升直升机，直升机，直升机，直升直升直升机，直升机，嘿！直升直升直升机，直升机，直升机，直升直升直升机，直升机，嘿！上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。我本来是想灭火，却反倒不小心让火蔓延到了森林里。幸好你们没事。任何时候都要非常小心篝火，风有可能会让快熄灭的火复燃呢。好的，我们会小心的。还能再出来露营，真是太好了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啊，大家一起来拍张照吧。来，大家靠近点儿。一、二、三。五辆小巴士在马路上跳跳。小巴士们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们第一次上路的日子。哇哦，我好兴奋哦！马路上还有其他的汽车，你们要好好跟着我哦。好的，老师。哦，孩子们。我的汽车珍藏品，它们总是这么耀眼。哦，这里是超级机动救援队总部，你需要帮助吗？小巴士们正在马路上跳跳。不，不能在马路上跳跳。救援出动！五辆小巴士在马路上跳跳，一辆撞了车，哎呀呀！我打了电话，警车告诉我，马路上跳跳不行不行啊！马路上跳跳不行不行呀！真抱歉。四辆小巴士在马路上跳跳，一辆急刹车，哎呀呀！马路上跳跳不行不行啊！马路上跳跳不行不行啊！三辆小巴士在马路上跳跳，一辆转了头，哎呀呀！我打了电话，警车告诉我，马路上跳跳不行不行啊！马路上跳跳不行不行啊！哦，黏黏猫，这样跳是很危险的。啊？你好，这里是救护车。喂，小巴士们受伤了。哦，不，不能在马路上跳跳。救援出动！两辆小巴士在马路上跳跳，一辆掉进洞，哎呀呀！我打了电话，救护车说，马路上跳跳不行不行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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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看，在马路上跳跳多危险，还会引发别的事故，也会伤到你们自己。嗯，孩子们在马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！好的，老师。我要多多练习，成为一辆优秀的巴士。阿丘，超级机动救援队出动！嘿嘿，哎呀，呜呜。
哦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也很好奇，进去看看吧。就在昨天，我接到警报，就立刻前往城镇。你猜怎么着？小巷里冲出了一辆汽车，看起来相当的可疑。然后我就……你们好，你们是谁呀？你们好，我们是舅舅、秀秀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呀？超级机动救援队的指挥部，我们随时出动解决问题。我们守护整个城镇的安全。酷，怎么守护？救援出动！超级机动救援队，最迅速、最勇敢，不怕危险。不管哪里，马上出动，大声呼唤我们！超级机动救援队，救援出动！危险时帮助大家，警车把病人送到医院，救护车勇敢地扑灭大火，消防车飞在高空中，直升机超级机动救援队最最勇敢。危险时帮助大家，警车把病人送到医院，救护车勇敢地扑灭大火，消防车飞在高空中，直升机超级机动救援队马上救援，超级迅速超级勇敢，加把劲儿，当我们齐心协力，齐心协力什么都难不倒我们，一二三，超级机动救援队，耶、救援出动。现在明白我们超级机动救援队都做什么了吗？是的，你们真是太酷了。我本来希望长大后能变成恐龙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哦，变成恐龙？没错，他想成为一只霸王龙。那现在你想变成什么？我要变成一辆超酷的消防车。那我要变成一架直升机。呜呼，嘿嘿嘿。真的吗？咻咻咻！道路安全要注意。啊，早上好。你好啊，罗杰。你好啊，邮政车，今天怎么样？很好。哦，你的包裹掉在地上了。哦。原来在这里呀、啊！谢谢你，罗杰。不用客气。哦，是校车。你好，校车，好久不见啊。你好，罗杰，你最近还好吗？还不错。不过你有什么心事吗？哎，你知道的，孩子们最近不怎么遵守交通规则，上一次他们还差一点受伤。我来帮你吧。哦，等等，当心！小心过马路，哔哔哔哔，小心过马路，叭叭叭叭，时刻牢记，安全第一，小心过马路。我们快过马路吧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哼哼，你们停下，不行，乱闯红灯不行。啊哦啊哦。口玩耍不行，啊哦啊哦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要当心，左右看看，出发，安全过马路，牢记安全第一。小心过马路，哔哔哔哔，小心过马路，叭叭叭叭，时刻牢记，安全第一。别忘记系好你们的安全带。系好，系好。好了，出发。解开安全带。不行不行。把头伸到车窗外。不行不行。当心头，当心手，要注意。安全带。
要记好，大家做的真棒，牢记安全第一。小心过马路，哔哔哔哔，小心过马路，叭叭叭叭，时刻牢记安全第一。小心过马路，小心过马路，哔哔哔哔，小心过马路。时刻牢记安全第一，小心过马路。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大家都安全到达了。不要跟陌生人走。我们昨天去看了烟花，哦，烟花超级酷。嗯，但是，哎呀，昨天啾啾不见了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在跟着陌生人走。陌生人？那可不行啊。那个汽车先生说要给我看好玩的东西。无论如何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啊，知道吗？好。你们两个都要记住。好的。真棒！那现在我要去镇上巡逻了。我也要去。还有我。好吧，跟我来。耶，去巡逻了。爱可爱的小朋友，耶耶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你的新邻居，我们去兜风吧。你是谁？那个邻居。你是谁？我带你去玩。你是谁？上车吧，我们走。啊！快停下，不能跟陌生人走。不能跟陌生人走，陌生人很危险。不能跟陌生人走，不不不，不能跟陌生人走，不能。太可爱的小朋友，耶耶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你的新邻居，我们去兜风吧。你是谁？你的邻居。你是谁？我带你去玩。你是谁？上车吧，我们走。快停下，不能跟陌生人走。不能跟陌生人走，陌生人很危险。不能跟陌生人走，不不不，不能跟陌生人走，不能跟陌生人走，陌生人很危险。不能跟陌生人走，不不不，不能跟陌生人走，不能。跟陌生人说不，小朋友们，不能跟陌生人走，不能。我们今天帮助了很多朋友。是啊，教会他们不要跟着陌生人走，对吧？没错，表现得很棒，谢谢你们的帮助。千万不要跟着陌生人走，记住了吗？当然了。记得很牢，好孩子们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。